疯子和所谓正常人之间，究竟哪个才是有病？我觉得我这一生遇到你是我最大最大的幸福。小姐，虽然我养几次方力申，但我不是他。不是他？哎，且慢，不是方力申就要走，我记得他宁愿被判坐监，都不想被人当是精神病人。不得，所有痴线人都说自己不是痴线，一要运他入青山。好好，女人，长头发就是女人啊，你是痴线啊？是的，你真是痴线的。你好像我老婆啊。放你去，放你去，打死你。放你心去就行，夠姜就用 Steffi。 完了吧，如无意外。远友，跟我走。你不是我亲生妈咪啊。跟我走啦。好嘞。正所谓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。其实天才与白痴只是差线，看你怎么看。痴线佬不会说自己是痴线佬，正常人也不会说自己是正常人，是这么多。